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函数哈除以这个函数了，它问商式等于多少？那么就是根据除法原理啊，这个是 f(x)， 啊，这个把它看成是一个 g(x)， 哦，现在就是等于什么嘞？等于 f(x) 除以 g(x) 嘛。那根据除法原理哈，f(x) 嘞除以 g(x) 的话，就是被除式等于嘞。除四啊乘以商四哈，这是除四嘛，啊乘以商四，啊再加这个余四，啊现在呢这个除四哈是这个嘛，所以这个是商四，这是余四，所以 qx 哈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2x 减3，所以这一题哈答案应该要选 D。